来，奶奶来进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哇！因为之前看到我们那个空间，我是觉得好像不够温馨，所以我就觉得用这种姜黄色就很温暖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小熊。对呀、啊，我给你放到这边了呀。这个一摁就开了，就很方便。你看，也没有那把手，它不会来回拐。你聪明的，哇！奶奶夸我聪明。你将来都要当专家。而且你看，您喜欢红色的衣服，然后给您也准备了一个红色的沙发，准备一个这个垫子，来，您坐这，行吗？行，可以吗？挺好，这个高，你得高一些，它就好站起来。挺好，都谢谢你们，都感谢你们，都让你们都让你们都操那么多心。奶奶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的房间去？还没，我房间还没收拾吗？我还没有看一下，我给你收拾完了，看一下你的房间，看看我的房间。奶奶，您的房间是这样，我没有给您改太多的家具，房东没有给您换，就是还是您以前的床，我怕您睡着不舒服或者是不习惯，换了一个这个，因为当时那个不结实。像这个的话有好多抽屉你可以用，您睡觉或者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又要光，但是呢还要保留一点光，你就可以调明暗。奶奶你看缝纫机、哦、我给你留着了，就可以当一个床头柜。哎呦，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这么享受，我都接受不了，那哪里都花那么多。哎呦有操心，没有，有手累，有花钱，没有，哎呀，奶奶，你看奶奶，喜欢，我吃吐了吧？吃吐了，咱去看看他的房间啊，看我的房间，你看一下明明的房间还乱吗？哇，好上脸，用了你很多喜欢的那种原木的感觉。还乱不乱的了？今天不乱了，真的不乱了。我给他设计了那个放书的地方，然后放他自己好多小碎的那种娃娃呀，都可以放到那边。柜子里挂满衣服，就不乱了。好，真好。